从小啊就对客家种睇呀，啊用最熟悉的语言啊，提供啊那个客家话，其实还有一种使命感。客家人就会讲客家话，也是那个阿公阿妈讲来种的，不用黑的脱离。从小虽然有提供客家话，按过有带蛮多客家话的音啊，唔脏。因为了主持啊呢，客家的广播节目之后呢，又发现到客家的音唔脏啊，因为客家广播的节目呢，很多伊咧传出伊太简易农堂的多个声音，所以咧一听讲唔错的之后呢，就会其实嘛，迄带了唔好的示范啦。所以每摆我上节目之前呢，拢会再准备个客家话，再来同个正确的客家话讲出。一部分的乡亲朋友谈。